新会做到以后，这就是病医开了两千多万的64寸电脑断层扫描仪器，嘛真是对我开始服务有需要病患咯。64切 CT 揭牌仪式开始，揭牌。对云林县的县民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可以提供更快速、更便捷，而辐射伤辐射剂量更小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检查的方式，那我相信对县民，对我们医疗人员来讲，是能够更好的来配合。就是病医所引进的精密医疗仪器，比以前旧机器，让医生在诊断病情会当更加详细。惠灵县卫生局副局长廖敦进表示，在现在病医经营困难之下，就是病医佫愿意增加新的设备，真值得学了。经营很困苦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新进这种比较先进的仪器，让我们很感谢哈。如果说也愿意付出这样的心力哈，来为我们云林县县民来服务，那面对目前的医疗的一些资源的缺乏哈，当然卫生局站在卫生主管立场哈，我们也希望能够来鼓励我们所有的这尤其这个护理朋友哈，能够来踏入这个职场哈。来为我们县民做最好的福利。就是本院议长宋维春表示，这新的仪器会当有 3D 的诊断影像，会当让医生为影像顶去发现一挂在以前真歹发现的病症。这个由临床试用临床的医师还有放射科的医师他们来讲这个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那解析度啦各方面是强得很高。除了引进新的仪器，罗氏病院嘛将旧的机器免费赠送给家己大学做研究来使用，予袂少人拢感觉真甘心。记者王真心，长报道。